好，今天是3月19号的 MIHK 每周通讯，今天呢就正正就坐在录直播室那里就录影了。即上个礼拜呢就刚刚呢就跟史提啊、KC Sir 啊和贾猫俊呢就在曼谷拍完屌出香港录回来啦，所以那一集呢就是预录的。今次呢就回来之后呢其实都是马不停蹄，基本上都是未停过。上个礼拜二的夜晚12点钟就回到香港，一直都是录影啊，跟住其他啲台務啊，咁方面嘅嘢，咁你見到我把聲咧，其實都未100% 係復原嘅。咁啊，開心嘅，因為今次依個屌咗香港錄依個嘅節目咧，咁我哋都喺幾日嘅行程裏邊就拍咗好多唔同嘅嘢翻嚟啦。嗱，我俾一條預告片大家睇睇先，就知道我哋拍咗啲咩嘅嘢啊。播一播條預告片先啊。冇錯啦，今集嘅屌足香港錄咧個 title 叫曼谷奶奶屎，咁啊奶奶屎係泰文嚟嘅，即係 very very colourful 咁解，即係亦都係希望我哋拍得到咧曼谷 Bangkok 嘅唔同嘅方面嘅一啲嘅資訊俾大家睇到啦。咁亦都曼谷係一個好 vibrant 嘅城市，即係我哋去咗去短短幾日裏邊咧，即係我哋嘅行程都非常之緊湊啦，亦都係好精彩。咁啊，你見到個 promo 裏邊啊，當然啊史提個形容佢叫地獄黑仔王咁啊，依家係啊我。我相信都是沒有形容錯的，因為史提的而且確很黑仔，既去到曼谷吃不到美女之餘，就是差點就被人擾搞，在街裡面我們就跟他玩搖附近的人，立刻他知道史提的樣子挺帥的，就是在個 profile picture 不是現在上鏡的樣子，以前瘦一點的時候，立刻搖一搖附近的人就被乒乓乓很多女生有反應，但是看真一點其實那些是 Lady Boy 來的，當中裡面我們怎樣跟這些 Lady Boy 聊天啊，怎樣去呼吸他和史提搭上，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接下來的屌出香港錄曼谷奶奶屎。順帶一提，今次我們去曼谷，其實我們發現到有一些東西，曼谷都是一個很奇怪的城市，就是人很多，就是很 highly populated 啦，因為 capital 亦是一個佛教的城市，人應該是比較祥和，就是面露笑容，但是今次我覺得就不是說真真正正的人是面容是那麼開心，可能對到我們的有些中國人樣的人呢，就真的可能是就繃緊一些，可能近這幾年呢他都是飽受這個中國旅客的這些折磨遊論，對於一些近似中國人樣的人呢，可能心存有些敵意，或者沒有敵意之餘就不會笑給 你看，但是傾耐一些話，大家溝通多一些，他知道你不是中國人，他的笑容就會出來多一些。但是這個城市也有很多奇怪的東西，譬如你會看到它是一個非常包容的城市，即是它是一個又有罪惡又有宗教很和祥，又有人又有愛心，但也有很暴行啊，很 violent 的一些東西，譬如拳擊活動啊，咁亦都係有佢56色嘅人種啦，即係亦都係亦都可以有同性戀嘅人又可以喺度啊，變性人又喺度啊，一齊翻工啊，甚至無係做 sales 同班女仔一齊賣底衫褲啊，又得嚇，即係好你見得到佢哋係好和洽嘅嚇，咁詳情咧我哋喺曼谷奶奶屎的節目裏面會跟大家分享。不過呢我就要叮咛各位了，好像今次我們過去有幾個俊男，即不要說我自己經常曬命或者聰明靚仔，但是強如 KC Sir 今次過到去曼谷都是中伏，失敗了，在中伏了被的士佬身上被人屈撚了錢。我和史提也都是中了伏，在一些旅遊景點裏面被人斬了一頸血。當然史提更加曾發生了一個失去這個手提電話事件，走在街被扒手就打了他兩個的手提電話走了。這些詳情大家都會在曼谷奶奶屎又看得到，是一個很 highly adventurous 的旅程，我們今次覺得希望我們今次拍到的東西會令到你們開心。接下來會什麼時候播呢？就是會在接下來的
再過多個禮拜四嚇，嚟緊禮拜四仲係做緊啊 9mm 特約嘅 Virtual Survivor 嘅復刻版嚇 Monster Hunt 嘅節目嚇。過完呢一集之後咧，喺下個禮拜四咧，九應該如無意外係九點鐘呢個時間咧，就會同大家播出噶啦。咁啊，希望大家密切留意。咁好啊，咁啊，亦都要話聲俾大家聽啦。咁啊，今個月份咧就係、是、小弟咧，即係踏入呢、這個就嚟踏入呢個嘅五十歲嘅時間啦。今個月嘅三月份咧係人生49歲剩低落嚟僅餘嘅時間啦。咁啊，由四字頭變五字頭，咁啊由不惑之年就變咗做下呢個嘅知聽天命之年。咁啊，當中裏邊咧，即係其實好老實講啊，即係我會自己覺得係呢幾年搞 MHK 我嘅成長嘅速度啊，同埋體會人生嘅嘢咧係急速咗好多。可能接觸嘅人多咗啦，唔同人等亦都有見過啦，即係好嘅事、壞嘅事都曾經發生過嚇，即係人性光輝見過，亦都係見到有啲好唔係咁開心嘅事件嚇，即係人同人相處之間嘅事，亦都有好多嘅麻煩啊、嗌殺啊各方面嘅嘢。咁即係就算去到五十歲。咁係咪即係可以好人生好圓滿，或者係好圓滑咁樣去處理事情咧？咁其實我仍然都係喺度處理緊同埋學習緊嚇。咁、依個都唔係一件好容易嘅事。咁啊，剩低嘅時間咁啊，49歲啦。咁啊，有啲咩要做啊？咁我都覺得係，其實我都好似冇乜點大嘅感覺到年齡喺我身上面咧做咗好多嘅特別嘅嘢。咁我仍然係做一啲劇烈嘅運動啊。我不過就好簡單，再講一樣嘢嘅真正嘅變化就係搞咗 MHK 之後咧，我嘅人生咧係簡單咗、直接咗。我即係我淨係喺工作、家庭、運動、朋友係咁多，冇咁多奇形怪狀嘅，似以前啲做埋啲唔抌使嘅嘢。個人係直情係單純咗、簡單咗，反而咧係少咗煩惱，同埋係處事係得心應手咗。咁我諗係少少嘅嘢係，我覺得就係去到依個年齡嘅時候，就係、是、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事，唔好浪費一啲時間俾一啲無謂嘅人啊，或者係事情身上邊，咁啊將善用自己嘅光陰，我諗係我剩低嘅人生裏邊即刻應該會做嘅嘢。咁啊，去到嚇四月份，咁我就50歲，而去到四月份咧，就剩低落嚟嘅租約嚇，我哋喺觀塘成業街嚇依個嘅20號咧，就僅僅剩翻2個月啦嚇。咁啊，大家會問啦，咁鱷魚點樣打算啊？如果業主唔續租，咁你哋會點樣啊？嗱，有幾個問題嘅，即係當然啦，資金係當然永遠都係一個做生意要面對嘅問題啦。地鋪嚇，即係個基地，咁亦都係一個好重要一個問題。咁啊，希望今次我哋已經咧就應該順利解決咗啦。業主亦都開出一個加租嘅盤口俾我哋，咁我哋亦都係正在要同佢討價還價當中。而依個升幅咧，我相信咧，我哋回咗價之後咧，我哋係可以咧係可以應受得到嘅嚇，做得到啊。咁既然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就即刻咧就要推出一個咧1988嘅一年嘅 plan 啦。我俾一張圖大家睇睇先嚇。咁好啦，嗱，而家咧我哋就會即刻嚇今日呢個時情況咧，就即刻出翻呢個1988嘅12個月嘅 plan。咁即係平均每日咧就淨係得6蚊，一使6蚊嚇，即係平過你買一份報紙。不過咧呢個嘅年費咧就係唔包括啤梨漫步啦、圖表學人啦同埋一級方程式嘅。咁咧亦都係可以咧無限重温我哋所有嘅節目嚇。OK， 咁啊大家會問啊，喂會唔會有啲節目啊嚟緊你完咗，咁我啲新節目睇唔到？唔會嘅，其實大家如果即係知道我都會好均真嘅，有啲節目你係完咗之後，你如果發覺好似冇加翻上去，咁你打電話上去咧，上嚟咧，我即刻幫你 activate 翻嘅，你可以睇翻啲新嘅節目嘅嚇。咁基本上咧係真係非常之抵啦嚇，淨係有幾個節目啦，沈大哥嘅《西城說事》啊嚇，小弟嘅嚇依個嘅《大院有樂》啊嚇，夜晚嘅深夜時段嘅，譬如你深信的陰謀啊，你不信嘅陰謀啊，深夜網聚啊，依啲節目都係好值得大家去捧場嘅，因為獨立去睇其實都唔係平㗎嚇，咁反而咧，如果你用依一個 plan 咧，你就可以嚇睇到嚇我哋所有精心炮製嘅節目嚇。OK， 嗱，再播一條片俾大家睇下先，跟住再關嘅1988嘅 plan 嘅，播一條鐵甲萬能俠嘅片俾大家睇睇。コラーゴン。その力を手にした者がこの世は存在に値しないと判断したなら。世界ごと置き換えてしまうことができる。こいつは神にも悪魔にもなれる。マシンゴー！
久しぶりだな。ヘルは本気でゴラーゴンを起こすつもりです。ありそめの平和はどうだった。退屈だ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そんなことはない。いい加減人類に愛想をつかせ。彼はもう十分戦った、十分働いたのに。叶うことなら地獄に落ちろ。何があろうと俺はおめえのやることをよ信じてるぜ。その程度だ。マジンガー Z、たとえその身が滅びても必ず守り抜く。ロケットパンチ、マジンガー Z インフィニティ。ありがとう。嗱，點解播條鐵甲萬能俠嘅片俾大家睇咧？嗱，鐵甲萬能俠咧，原來咧就係永井豪嘅五十週年嘅紀念嘅動畫嚟噶。哇！原來呢鐵甲萬能俠同我一樣大啊！嚇，咁啊嗱，我哋咧就會喺三月三十號嘅星期五嚇三點半喺康怡嘅 MCL 咧第五院就包咗一場，就播呢個嘅鐵甲萬能俠嘅決戰魔神嘅動畫俾大家睇嘅嚇。咁啦嗱，點樣就可以睇到呢套戲咧？同我一齊睇嘅咧，就只要你訂閱1988 plan 嚇，而家嗱嗱臨啊1988 plan， 每訂一個 plan， 每訂一個 plan 嘅咧，我就送你一張嚇喺當日我哋包場睇嘅《鐵甲萬能俠決戰魔神》嘅飛俾大家。嗱，我再講一次嚇，嗱場數咧，我哋就喺嚟緊嘅三月三十號嘅星期五，係 Good Friday 嚟噶。咁咧就係三點半，下晝嘅三點半，康怡嘅 MCL 戲院第五院嚇，咁係包咗場。咁我哋咧就預留咗20張飛咧，就送俾任何人買依個1988 plan 年費嘅老友記嚇。除咗頭先啦，我最快開翻頭先嗰張圖俾大家睇下先嚇。嗱，你買1988飛有啲咩著數咧？睇翻張圖先。嗱，除咗係6蚊咁樣睇睇一個月啦嚇，即係好抵啦，每日啦嚇6蚊睇，每日睇啦。咁仲有咧9mm 嘅依個嘅 energy drink 佢送俾大家啦嚇，福記糖水但送俾大家啦。仲我會送一隻我設計嘅一隻叫電動城市嘅以香港做主題嘅咖啡杯啦。嗱，再包埋依個嘅鐵甲萬能俠嘅戲嚇，可以睇到免費嘅。不過咧，鐵甲萬能俠呢套戲咧就只有得20張飛送出嚟嘅啫嚇。如果係21張咧，就淨係得翻嚇福記糖水 MMA drink 同埋依個嘅電動城市嘅杯啦嚇。OK， 咁啊，大家就慾勉向預就重速嚇報名啦，即刻快啲訂閱1988嘅12個月嘅 plan 嚇，平均每日只需6蚊嚇，仲可以喺3月30號下晝3點半喺康怡嘅 MCL 戲院同我哋一齊睇依個嘅鐵甲萬能俠決戰魔神嚇，得20張飛嘅啫，大家嚇有買趁手，火速行動。OK， 翻嚟咁啊，再 update 一下我哋嘅而家嘅節目時間表先。嗱，我哋而家喺星期五咧，啱啱星期五有啲咩改動呢？就係、是、依個嘅《逍遙法外》嘅第三季就啱啱喺上個禮拜五咧就完結咗啦。咁佢唞一唞，咁啊如無意外咧，4月份5月到左右啦。咁咧第四季咧就會推出啦。咁而家嘅時段咧，我就讓咗俾依個嘅阿醒 Sir 私人醒佢哋嘅一個嘅醒股無雙嘅節目。嗱，逢禮拜五嘅下晝嘅3點鐘咧，醒 Sir 咧其實都會首先利用下佢嗰個 MIHK 醒股無雙嘅 Facebook 網頁咧做一個直播，同時之間咧，我哋亦都會喺 MIHK 財經台啦，同埋 MIHK 族友俱樂部啦，同埋 MIHK TV 嘅 Facebook 嘅 Fans Page 係同時會進行呢個直播，就係睇醒股無雙嘅。咁啊，醒 Sir 私人醒咧，咁大家如果係喺資深嘅網台嘅老友記咧，都知道啊，醒 Sir 咧其實做咗好多嘅一啲嘅金融嘅分析節目啊、股票動向啊、推介嘅節目嘅。咁亦佢亦都有一大扎嘅 fans 啊。咁啊，佢阿醒 Sir 近排就喺過完年之後咧，農曆新年之後咧就嚟加盟咗 MIHK 咧，就利用我哋嘅 Facebook 嘅專業咧，係做依個嘅醒股無雙嘅節目嚇。咁啊，希望咧可以同大家咧即場咧係喺每個星期五嘅交易日完結之前咧，係可以係嚇睇到個動向係點樣啊，同埋下週有啲咩嘅啊走勢啊、推介啊，或者係預測啊嚇，要小心嘅地方咧，同大家分享啊。咁所有又玩開投資嘅話咧，喺金融進行一啲嘅投資買賣嘅老友記咧，我會建議大家咧
期五、啊、如果你仲喺公司或者你有時間咧，即刻 click 入嚟 MIHKTV 嘅網頁啦，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啦，我哋嘅MHK 嘅俗友俱樂部啦，醒股無雙嘅 Facebook 專頁啦，嚇、啊、可同我哋嘅財經台嘅專頁咧都可以睇到直播。喂，你話喂玩咩鱷魚？屌老味，我要收做嘢喎，咁點啊？唔緊要，五點鐘到依個六點鐘，我哋進行依個嘅重播。好啊，六五點到六點，如果你仲係翻工點啊，亦都唔擔心。每一日嘅星期五嘅完咗十二點之後咧，我哋會即刻 upload 翻上去啊，我哋嘅 MHK YouTube Channel 一嚇 Channel One 嚇。做呢個嘅重温嘅，咁當然啦，如果你即時可以緊貼到醒 Sir 嘅節目咧，佢係同講緊嘅大事即刻有一個互動嘅，咁可能係有啲嘅嚇時間性嘅要決定嘅地方嘅投資咧，就會有啲幫助啦嚇，分秒必爭啊嘛，大家都知道嚇，咁好啦。咁而家係見得到啦，星期四嘅九點至九點半就係 Virtual Survivor 啦。咁下一個禮拜即係喺三月嘅29號咧 ，Virtual Survivor 呢一集特別版就完啦，就會播呢個屌出香港錄嚇曼谷奶奶屎嚇曼谷奶奶屎。咁啊，希望大家開心地欣賞呢一個節目。好，翻嚟先。咁好啦，有一個新節目咧，我已經揾到物色到咧，好適當嘅人選咧，就係會做噶啦。咁呢個咧就係關於一個歷史嘅節目。咁啊，個 format 咧就近似以前咧歷史幾聲都有。咁究竟係歷史幾聲都有嘅 season two 啊？定係我改個新嘅名俾佢咧？我暫時咧都仲喺度研究緊。咁啊，大家嚇拭目以待。依位嘅老友記咧，就當然就唔好人比人比死人啦。即係萬里望有萬里望以前嘅特色嚇。依位老友記咧，亦都對歷史嗰方面咧非常之博學，亦都係講嘢非常之生動嘅。因為曾經咧，佢因為自己都做過電台啊，咁變咗佢講嘢非常之流利，講古仔亦都好流暢啊，好引人入勝啊，好動聽啊咁樣。當然亦都唔需要拿住份稿嚇。寫曬啲資料喺度，啊對住個熒光幕咁嚟讀稿，咁啲唔係做節目啦，咁你即係讀稿員，冇意思啊。其實我好希望我哋啲主持人，特別關於咁多資訊性嘅節目嘅嘢咧，係佢真係咧係瞭解通透啊，透徹咗嚇，然後咧佢有佢個人嘅睇法，亦都有啲新嘅觀點咧喺節目裏邊帶出嚟嘅。講真，如果你做一個歷史節目，你只不過係攞一啲圖片啊，攞一啲嘅資料照稿讀啊，咁人哋使鬼睇你咩？係嘛？可以上網佢自己抄噶嘛？你又唔係靚仔，係咪？咁所以咧。我對呢個新嘅歷史嘅節目係特別係講到人類嚇，真係重複地犯一啲愚蠢嘅錯誤啊！對人命嘅草菅人命啊，對生命嘅唔尊重啊，每次嘅大型戰爭啊，或者一啲人性嘅貪婪，令到嚇人死亡得好多啊，血流成河啊！依啲嘅恐怖嘅事件或者依啲嘅資訊咧，係好希望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到，唔係一個純功能嘅刺激，而係俾人知道人類係好多嘅問題咧，都係自己咧係不自省、不自覺。係不停去犯一啲重複嘅問題，令到自己咧人類嘅進步咧係寸進，係好難咧好大嘅突破嚇。咁呢個咧瞭解歷史至可以進步。咁我會希望呢個新嘅節目咧係會帶俾大家新嘅感覺、新嘅衝擊。咁至於嘅節目會係禮拜幾擺咧，我仲係喺度構思緊。咁我如無意外咧，好希望喺四月份咧就可以同大家見面。下個禮拜一嘅俗友通訊站或者我哋 MHK 每週通訊咧，希望有多啲嘅資訊咧係同大家咧。係帶出嚟俾大家知道，依個新嘅歷史節目咧係幾時會出街啊？同由邊一位主持人去 take care 啊？佢嘅拍檔會係點樣？希望大家俾多個禮拜嘅時間我拍咗版嘅啦，做嘅啦嚇。講所有嘅歷史迷，特別係中意睇一啲血腥歷史啊、恐怖歷史啊，瞭解人類嘅黑暗面啊嚇。咁依個節目咧就一定啱你噶啦。咁啊，希望大家踴躍捧場。咁好啦，嚟緊咧喺4月13號咧，我就會出發去越南。咁因為我哋嘅越南旅行團咧就褪咗時期啦，咁今次咧就係一個私人嘅旅行團嚟嘅，咁其實基本上咧就有班老友記咧就知道我係搞團，咁佢就唔好搞咁多啦，我唔想同第二啲人侵，鱷魚你幫我發版去邊度住邊度食邊度玩乜嘢嘢，你搞掂曬，咁咧就你帶隊，咁你就同埋阿基哥嚇就帶我哋去胡志明市了解一下啲地道嘢嚇，即係唔係去旅行團去嘅地方，去啲越南人去食嘅嘢嚇，等我哋輕輕鬆鬆。玩幾日休息下放下假咁樣，咁我哋就 charter 咗，俾佢 charter 咗一個團咧，咁就同佢一齊去旅行去玩呢一樣嘢啦。咁啊，所以咧，4月13號咧，去到十
九號咧，我都未必喺香港啦。咁啊，可能要有遙控啦。咁我亦都會出咗去。咁而今次咧，我亦都係啊託咗阿 Casey Sir 咧幫我聯絡緊越南嘅一啲嘅當地嘅旅行社嚇。咁會咧可能會搞一啲更加嘅深度遊同埋精華遊嘅一啲高檔次少少嘅假期啲嘅 resort 啲嘅一啲嘅玩法，就唔係我哋呢啲咁嘅好似 backpacker 咁啊去落去隨街玩嘅，又開一種另一種團翻嚟。咁希望我今次嘅旅程咧係幫大家咧可以發掘到咧更加多嘅依種唔同嘅體驗方式嚇。咁遲啲咧，其中我喺上一集嘅做通訊站我都有講過啦。我好希望咧可以係發展一啲深度遊啊，或者一啲嘅快閃團啊。咁大家咧可以睇完我哋嘅旅遊節目，見過係做過啲咩嘢，可以重複我哋玩同一樣咁好玩嘅嘢嘅，去唔同嘅地方嚇，擴闊大家嘅視野。咁希望我哋可以喺依條路裏邊咧嚇見到一個彩虹啊，見到一個好嘅開始，或者有一個機會俾到我哋可以發掘多啲嘅 interesting point。咁啊，嗱當然啦，咁啊講開旅行團咧，大家都知道前一排有啲唔係幾好嘅事發生咗，咁就係客家遊中嘅泰北青萊旅行團咧，有啲團友咧到而家咧仲未收到退款嘅。咁我哋咧到目前為止咧，就已經咧接獲咧四個嘅族友嚇，即係曾經咧係其實係五個嘅族友咧係曾經咧係參加過報名參加過客家佬主辦嘅泰國嚇依個嘅泰北嚇青萊五天團。咁啊而家個進展係點咧？我好希望咧，另外嘅報咗名嘅老友記咧，聽到我嘅呼籲之後咧，我都會再出 post 喺我哋嘅 Facebook 度咧，呼籲大家咧盡快同我哋聯絡。嗱，我哋已經同客家佬聯絡咗，咁亦都係有一啲嘅安排咧，就已經係達成一啲嘅初步嘅協議。咁啊，而家咧亦都係等緊客家佬咧做翻一啲嘅應對，咁啊，我哋就會轉報翻俾一啲參加咗團費未收到錢嘅朋友啦，亦都話咗俾我哋聽，到而家都未收到客家佬嘅退款嘅朋友嘅 update 啦嚇，咁我哋已經通知咗佢啦，咁而家就等翻客家佬最後尾嘅一啲嘅資料，咁啊我就可以盡量就幫呢幾位老友記咧係達到一個嘅退款嘅 arrangement 嘅安排，咁而家就等緊客家佬最後一步，等緊佢嘅最後 update， 咁所以咧其他嘅老友嚇，如果嚇你哋嚇已經係聽到我 message， 但係咧得到客家佬曾經同你講過點樣安排，我都希望大家話聲俾我哋聽嚇，係有啲而家個情況會係點樣嗱？好老實講，我哋同客家佬嘅合作係一個廣告同埋一個佢自己一個團，佢係想希望利用 MHK 做宣傳，然後佢做一個嘅帶隊，佢帶人去旅行嘅。咁我哋喺依方面裏邊咧，其實咧。亦都有一個道德上嘅責任咧，我要希望咧幫到大家咧，因為喺 MHK 嘅平台裏邊咧睇到依一個個告白嚇，知道佢喺節目裏邊嚇招募老友記去玩呢個旅行團，收咗團款，但係有啲嘅某一啲嘅陰差陽錯，仲未回到貨款俾大家嘅時候咧，我哋亦都唔可以完全置身事外，因為我好希望幫大家解決到個問題。咁所以點解 MHK 咧要喺今次裏邊咧要高調咁樣插入翻件事？第一講清楚大家個關係係點樣，另外第二。樣嘢，我哋亦都唔想做一個事不關己，我哋就唔理嘅角色，因為始終我哋都要對我哋嘅消費者同埋我哋嘅會員咧有交代嘅，咁所以有見及此咧，我哋係今次咧係責無旁貸地咧係要走出嚟咧，幫助一啲仲未收到退款嘅會友嚇。如果你哋仲未係得到客家佬嘅信息，或者你仲未俾客家佬聯絡上，又或者客家佬聯絡咗你有一啲嘅安排，已經係你。agree 咗得到妥善解決啦，我希望大家都打翻電話上嚟，話聲俾我知道，我有個留底，我有個 record， 起碼我知道件事嘅進展會去到邊度嚇，咁變咗我哋知道點樣去應對，咁啊希望大家如果睇到我嘅呼籲之後咧嚇，盡快打上電話嚟3955867339558673，留低你個名同埋你個聯絡電話，特別係阿周大班，周大班我已經即係個網名叫周大班嘅網友咧，我係聯絡過你好多次啦，曾經你話過你係未收翻又退款嘅，但係近排我聯絡你嘅時候咧，你嘅無論你個 Facebook 同埋你嘅電話都係難以接觸到你啊，咁希望阿周大班你睇到我個 message 之後咧，盡快通知翻我哋。打電話上嚟39558673，或者去 WhatsApp 去98108874，俾低你嘅聯絡方式，我同你跟進翻究竟而家嘅情況會係點樣嚇，希望大家嚇嚇盡快嚇回覆翻我哋。咁好啦，而家咧我哋亦都係去到四月。
七號啦。我開依三個月內都好似嚇，除咗過年之前咧個 open day 之後，好似有啲立咗冇一點搞咁啊。都係睇翻咧，其實大家都知啦，你。我唔夠水，你哋又何嘗唔係啊？即係大家依個時候一個重災區，三月份係一個交税嘅季節，大家都係可能咧就係非常之嚇手緊啦、水緊啦。咁啊喺，所以我就唔敢咧，即係取得太急呢個嘅 MHK 嘅美食開放日，就留待到咧係四月七號嚟緊嘅四月七號嚇。咁啊，播條廣告片俾大家睇睇先。四月七號嚟 MHK 開放日啦！多次斷貨的100萬辣度鬼椒終於翻貨了，只是賣88元，數量有限的。4月7號下午12點到7點見啦。4月7號來 MIHK 開放日啦，高雲牌西班牙黑毛豬午餐肉，健康又好味，只是賣29元咋。4月7號下午12點到7點見啦。嗱，鬼椒呢就真係值得期待嘅，依個辣椒醬咧就真係好值得嚇大家等待同埋去等嘅貨咁啊！阿俊昇老闆娘咧就嚇即係又好辛苦咁樣搬到啲貨翻嚟啦。嗱，好老實講啊，即係搞 MHK 網店咧，其實其中一樣嘢最難咧就不停去揾一啲新嘅供應商啊，有啲新嘅產品要入嚟。咁啱啱我啊發生咗一劑事，我都非常之懊惱啊。咁啊，即係有朋友介紹，咁呢個朋友咧亦都係曾經幫我哋起個基地嘅老友記嚟。咁佢另外有啲秘魯啦，咁啊即係做啲代理一啲嘅日本清酒嘅產品。咁我就將心比己，我話冇所謂啊，你係咪想上嚟 MHK 去發賣啊咁樣？因為佢打電話俾我就想擺上嚟。咁我當然啦，你想架有幾個唔同嘅 plan 啦，即係你可以係付一個費用，咁我哋要將你嘅產品全部係擺上我哋嘅網頁同埋 display 出嚟啦。咁嚇，咁如果客户去買嘅時候，我扣除咗一啲嘅手續費同我哋嘅佣金咧，咁我哋幫佢做埋一啲嘅送貨啊各方面嘅嘢，咁亦都可以幫佢拍一啲廣告片嘅宣傳啊，咁啊幫佢做推廣啦。咁再甚至有好多嘅 creative 啲嘅 marketing idea 咧可以去做。咁譬如話，咦你嘅清酒我試過都係好飲，咁不如我同你安排可以嚇去試下嚇。幫你拍一個短短的兩分鐘的 segment 免費啦，唔好煩啦嚇，即係大家好朋友，即係教下飲食飲清酒嘅 wine tasting 啊，依個點樣去做啦咁樣。廣告片啊，即係有一個好相宜嘅價錢，即係平到你唔信啦。咁啊，同一個上架費咁樣，咁啊丟條柳令之餘啦嚇，又話唔拍廣告片啊，可能 budget 嘅問題啦。咁講緊係幾多錢咧？係2000多元嘅啫。OK。即係平到你唔信啊！即係其實出邊我拍嗰兩分鐘唔係上落㗎啦，就係而家我即係當朋友咁俾你，即係見咗你曾經幫我哋起咗基地，咁啊跟住啦，好啊，冇所謂啦，咁我都可以係幫你去做個短嘅介紹，你揾個地方俾我嚇，你教我點樣去飲咩清酒，配啲咩嘢，口感係要點樣去品嚐嚇，如此類推，咁我可以咧就幫你上《閪知你美食家》嘅節目嘅結尾裏邊咧 tag on 上去做一條 segment， 咁你嗰啲片嚇動接都幾萬人睇過㗎啦，咁你即係幫變相幫你走係做促銷啦，咁樣咁又考慮，咁啊如是者考慮咧，就喺我過去曼谷之前，唔係啊，係直情我過去加拿大之前已經係傾㗎啦依樣嘢，一直拖死拖難拖，到最後咧就喺上個禮拜咧就同我同事講咧就啊我哋淨係上架，咁我説乜都唔使做啦咁樣，咁我都冇所謂啦，你決定啦咁樣。今日啱啱同我講就話連架都唔上。咁我有時都覺得呢啲人咧，唔知佢做生意為乜嘢？即係你依度已經有一個基礎喺度嚇，即係有咁多嘅人 establish 咗嘅嘢，你擺幾支酒喺度啫，唔通我飲鳩曬你咩？即係做人嘅嘢就決絕啲，得就得，唔得唔諗得。我就因為為咗啲咁嘅撚樣咧，就 hold 撚住咧，就特登知道佢會應承咧，就我就唔揾其他啲實機廠嚟傾，俾咗個檔期你，你條咁嘅撚樣就喺度咧，就丟條柳嚟，你咁撚樣去做生意咧，你含撚啦，即係老老實實，呢啲人又要做雞，又要精緻牌坊。咁你點樣樣搞係嘛？即係你有一間又嫌我哋啲人講粗口，一間又嫌驚我啲人使唔起錢。你幾多錢支酒啊？幾嚿水支酒？你知唔知我要買嗰杯士忌賣幾多錢啊？啲人都係咁樣去買啊！諗依樣諗嗰樣，度嚟度去，唔撚使錢俾你擺喺度，你都驚。咁你又驚？你驚乜撚嘢？驚人哋偷撚咗啲酒㗎？因為有細路電視咁啊，柒咯！即係你係好撚敏準。即係我已經咧，我唔會再
轉彎抹角嚇、啊，為咗個幾雞嘢或者係屌你咪賺你少少錢嚇、啊，卑躬屈膝咁樣樣做生意雙方嘅，你做就做，唔撚做就撚就 ，OK。我亦都係 offer 咗，釋出善意，因為屌你個咩，你其中一個夥計就係曾經幫我起台嘅人嚟嘅，老老實實，即係你我俾面佢，你做啲咁嘅所作所為，嘥我時間 ，hold 咗我個期，對唔住都冇聲。依啲咁嘅撚樣，我亦都唔想同你合作。哇！你自己行街啦嚇，你啲酒咁撚好飲，咪自己飲撚曬佢，唔好喺度賣，唔好上嚟我呢個台賣。我唔想介紹俾我啲老友記去飲你啲咁嘅撚樣，即係你係幾撚討厭啊！嗱，我點解講呢個説話俾大家聽咧？我以上見講嘅説嗰啲故仔俾你聽咧，其實每日都無日無之嘅。香港人呢啲咁嘅撚屌做生意咧，係鳩芝麻碌到你唔問。做嘢唔大刀闊斧嘅，船頭驚鬼，船尾驚賊。點解我咁撚興呢一鑊嘢咧？就係如果我同佢無啦無怨嚇，完全唔撚識嘅，我基本上我係唔會動氣嘅。就係因為屌你老尾，你打撚曬人情牌，屌你老母，你碌撚曬卡，叫我朋友嚟介紹，然後你嘥撚咗我咁多嘅時間，我心機力水喺曬度，幫你度埋橋。原來你咁撚樣做嘢，好令我氣憤。我已經50歲啦，我唔會對一啲契弟去留守，亦都係唔會係即係。做一啲違背我良心嘅事，你係唔啱我就直即其非，講撚完你行人啦，唔撚使同你做生意。OK， 咁啊，仲有其他啲好嘅產品嚇、啊，就係嚟緊呢個 MHK 4月7日嘅開放日會有嘅，就依、是、個炭燒豬肉乾啦，俾張相睇睇先啦。炭燒豬肉乾嗰啲有冇啊？求其俾張豬肉乾出嚟啦，係啊，嗱，炭燒豬肉乾喺個台速，嗱，上次開放日咧，佢又好開心啦，佢啲產品咧基本上擺喺度咧，噏一噏噏曬啦，嚇，仲有呢個檸檬豬肉乾，有冇啊？繼續去啊，係啦，仲有呢個原味牛肉乾。係啦，嗱，依啲全部都係賣25蚊包。上次咧12點開門咧，未夠3點咧就去鳩曬噶啦嚇。咁、啊、依個台灣人咧就人哋台灣人就同你香港人做生意就真係好唔撚同，人哋眼界啊，同埋個氣量啊、豪爽度啊，基本上啊，佢都屌我擺到我都唔係我嚟賺錢嘅，我嚟做推廣我個品牌啊。哦，如你哋中意點樣去做都冇所謂，無限量供應啲貨俾你哋。上次嘅反應令人哋非常開心之後咧，佢就即刻要交貨啦。咁好啦，仲有多隻嘢，依只嘢就喺推出之後2粒鐘內咧係冇曬，就是、原味肉鬆。原味肉鬆抌張相出嚟，30蚊一包 ，OK。上次食過知道好嘢嘅老友記咧，今次開放就唔好走雞啦。啊，嗱，人哋就真真正正啊，即係知道個台 OK 就即刻嚟翻轉頭，再有貨供應俾我哋。咁啊，大家嚇醒爬啦，今次千祈唔好遲到。又或者你嚇、啊，如果想係早啲攞定貨嘅咧，一定 make sure 你唔好空手而回嘅咧，打電話上嚟39558673，揾阿 Christy 或者揾阿 Ruby 嚇、啊，講定你叫咩名，過定數嚇、啊，留定電話嚇，咁啊早啲嚇留定貨俾你哋，咁我亦都可以早啲同你攞多啲嘅貨。OK， 今日開始4月7日就賣啦。咁如果大家想早啲買嘅咧，就不妨咧嚇打電話俾阿 Ruby 39558673早啲做安排。咁好啦，嗱而家剩低落嚟咧，就真係咧就要講一講啦啊啲 subscription 嘅情況啦。咁啊好老實講啦，即係而家嚇即係3月嘅依個係我哋即係都幾低潮啊嚇，即係可能前一排谷德啤萬步太行啦，咁啊近排嗰啲 subscription 嘅人數咧就好低。以前咧每一個月咧其實我哋有500個人嘅，咁當然啦有啲 ups and downs， 有啲人係舊嘅人會再重複去再訂啊如此類推啊。active 嘅老友記咧大概係每個月有500多人嘅。咁大家以前都喺我節目裏面知道啦。咁但係真真正正每個月咧會再 subscribe 人咧，係個 turnover 咧起碼100幾200幾人嘅。OK， 但係咧自從我哋推即係喺12月吹雞啊，話要喺救亡事件之後而決定拍板繼續做啤漫步咧，近排我哋啤漫步嘅人數咧就跌得好緊要啦。咁而家啤漫步咧每個月嘅訂閱人數咧都係30多人嘅啫嚇，唔夠50人，咁啊同以前嗰個 turnover 咧就係爭咗好遠啦。咁啊而今個月去到3月18日咧，依30幾個人裏邊咧，得7個咧係新嘅 subscriber， 即係以前係未訂過嘅啫。咁啊見得到咧，即係開始 slow down 得好緊要。咁我好希望啦嚇，其實啤漫步每晚都差唔多過萬人喺 YouTube 有人睇嚇。咁啊換句話講，就算我哋過咗800個 subscription， 以前係有人睇之餘，咁其實都係個比較偏低肯俾錢嘅人數嚟嘅，咁依個係真係我覺得係好無奈嘅一件事啊嚇。咁我希望嚇大家如果睇到我條片，或者遲啲亦都會同阿啤哥去傾傾啊，喂點樣可以再將
啤利漫步的人數是 jack up 回去谷回大一點呢、啊、即要不要就以為繼續拍了版去做就即沒有了 momentum， 這個也都希望大家有你的支持才可以做得到這件事、啊、不然 otherwise 就會營運就會虧本的了。 OK， 那好了，那另外呢就是有一個金融班呢就是要推薦給大家的、啊、那這個就是、K.C. Sir 的圖表學人的另一個拍檔 Wallace， 他有一個新的期權班呢是會跟大家、介紹的，那我播一播條片給大家看看。Hey， 大家好，我是 Wallace、加入了 MIHK 都幾個月了，咁就好高興啦，得到大家嘅支持。咁咧，嚟緊咧就會開一個我會開一個 option 期權班，就同大家講解咧關於option 同埋渦輪嘅條款啊，各樣各樣。另外咧就係、是、譬如聽到投資者就會話錯過咗低位買啊，或者錯過咗高位沽啊，其實可以用期權咧嚟部署，而那些風險咧係一清二楚、一目了然嘅。咁就大家留意翻 MIHK 嘅宣傳啦。咁就希望咧幫投資者咧見到呢次嘅大波幅市咧，可以用小本去獲利。多謝大家。咁我咧都知道咧 ，Wallace 咧都好多嘅支持者啊，撐佢啊，同埋都不停喺度俾 credit 佢啊，讚佢啊，即係多謝佢嘅指點啊，令到大家喺投資嘅市場上面咧就係迎刃而解啊，同埋即係犯少啲錯誤啊，同埋賴少啲嘢啊咁樣。咁啊，大家嚇如果有玩開 Warren 啊、期權啊各方面嘅嘢咧，咁呢一個班咧更加可以加強你嘅知識啊，令到你自己做一個穩健嘅投資者嘅。咁啊，記得啦嚇，4月21日嚇早啲打電話上嚟395-8673嚇嚟報名。OK， 咁好啦，咁另外咧。我哋咧做乜銀嘢嘅節目主持人咧 ，Jerry 同埋 Victor 咧，其實亦都 plan 緊一個嘅課程啦，一個班啦，咁就會咧係教人咧係建工嘅技巧啊，同埋揀工作嘅技巧嘅。咁啊，大家都可能覺得，屌我依家老友記，我都幾廿歲人啦，需唔需要呢啲嘢啊？咁嗱，大家錯啦。其實我睇翻一啲資料嘅分析咧，好多我哋嘅觀眾咧，其實就係即係四廿幾五十歲啦。佢嘅大姐或者大女咧，可能今年咧就係呢個嘅大學嘅畢業啊。咁大學畢業之後做咩啊？梗係揾嘢做，還關窿啦！你個香港又好運行嘅咩？但係還餐死咁，快啲去揾嘢做啊！咁但係亦都唔好，因為係急就章咧，揾咗一啲錯誤嘅工種咧，就令到自己咧行冤枉路啊！咁所以咧，阿 Jerry 同埋阿 Victor 咧，佢就會喺嚟緊咧，我哋開一個班咧，就教啊呢啲後生仔咧點樣去建工嚇，點樣去揀工作，點樣寫好你嘅履歷表嚇，點樣可以咧係會揾一份工作咧係啱你自己嘅性格嘅。嗱，密切留意嚇，我會同阿 Jerry 同埋 Victor 咧，好快咧會推出呢個班嘅一啲嘅 information 俾大家去參考嚇。咁啊，希望大家嚇，如果你有子女嚇嚟緊呢個暑假之後咧就揾嘢做啦，咁啊可以咧就叫佢哋咧嚇考完。DSE 放咗假五月之後啦，就可以咧係參加呢一個班嘅時間，我哋再推出話俾大家聽。我嘅諗法咧喺四月尾五月頭嘅嚇，咁啊俾啲時間大家去報名啊，咁樣同埋俾阿 Jerry 同 Victor 咧可以早多啲時間咧做好佢哋自己個課程裏邊一啲嘅syllabus 裏邊嘅規範啦，同埋一啲嘅教學嘅材料嘅。咁啊，我哋都會開始會做好多呢啲唔同嘅教學班咧，係會同大家去分享嘅。咁啊，密切留意同埋多啲支持我哋。咁啊～節目嘅結束咧，希望大家咧可以咧嚇欣賞啊希澤的美食家啦嚇，即係而家呢排好紅啦嚇喺一日裏邊可以有幾萬嘅 click view 啦，即係一個好幾好嘅成績啦。咁但係希澤的美食家免費播放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想支持啊西瓜頭屌總理咧，亦都可以咧除了訂閱1988之外，支持我們這個年費，也可以去我們的持續發展基金去做捐獻。不要問我你想捐多少錢，1元我都歡迎的，問就多夠餘的。即我見到有些人就基本上捐100元行不行，捐10元行不行，每1元我都會感激你，就不需要這樣去問。你捐錢給紅十字會，你賣旗，你有沒有問姐姐妹妹你賣旗要多少錢，隨心而已，隨緣落座，沒有強姦的事的。大家如果係覺得我哋係值得你支持，或者你睇咗我哋好撚多嘅節目，1元都未撚俾過，想幫下我哋嘅，不妨
下擺少少錢去持續發展基金。你擺$1，我亦都會多謝你；你擺$10,000，我都非常感激你嚇。唔使特登你捐就捐，唔捐就撚走，唔需要不停去問人我捐幾多，冇意思嘅呢啲嘢嚇。我覺得做人已經幾廿歲人啦，自己醒爬執生啊，呢啲嘢唔使人哋教啊。你爸爸有冇教你賣期嗰陣時捐幾多錢咧？咪隨心嘅啫，你睇下好多有幾多錢嘅啫嘛。哇，捐$10,000你俾唔俾啊？你都係唔會俾噶啦，係咪？咁所以。真係睇個心做人，唔好做埋啲戇鳩嘢，係我建議俾大家。OK， 好啊，今日禮拜係咁多，下個禮拜再喺 MHK 每週通訊再見。